程先生，你不要疑心。李代总统早就要下令释放政治犯，现在全社会都知道你要出去。再说，和谈期间，政府已经规定要优待政治犯，所以今天带你到医院去检查一下，总不能让你带着伤和亲人见面吧。 已经起作用了，陈刚，陈刚，我是许云峰，你还记得吗？陈刚，陈刚，你知道地下党的地址吗？陈刚，你还记得该把挺进报送到哪里去吗？陈刚，陈刚，你再仔细想想。 陈刚，这怎么回事？药物已经失去作用了，再给他打一针。 喂，我是徐鹏飞。 到哪儿去了？他呀，他出去了。你找他有事吗？程叔叔是我的朋友，我一会儿再来找他玩。哎，你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刘思阳。我叫宋振中，但大家都叫我小萝卜头。哎。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！你的胡子好长呀，你在渣滓洞起码关过大半年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猜的。你进来以后说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是好人？你是共产党员吗？你说我是不是呢？我看，我知道了。 你知道什么了？我就知道了，但我不说。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？我一生下来就住在监狱里了，我是老政治犯了。我认识罗世文和车耀先，罗伯伯教我认字，还给我编课本，还有楼下的齐伯伯，他们都是好人。 我该上课去了，明天再来找你玩。
好吧。刘叔叔，再见。嗯，再见。好，跟着伯伯念一遍啊。嗯，做人要老实，做人要老实，说话要诚实，说话要诚实，做事要踏实，做事要踏实。不错，来自己念一遍。做人要老实，说话要诚实，做事要踏实。做人要老实，说话要诚实，做事要踏实。凤子，站住！把担子送回去，给地牢送饭。给地牢送饭！你们说，这地牢里关的是什么人啊？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敌人既然把他关在地牢这种地方来折磨他，还给他送饭来维持他的生命，看来他对敌人是很重要的，总想从他那儿得到点什么。这说明他很可能是我党的一位重要领导同志。老齐啊，我们一定要设法与他取得联系，搞清他的身份。可现在能到地牢去的人只有疯子一个，他又聋又哑，能了解什么呢？小萝卜头倒是常到地牢去玩，这孩子挺机灵的。嗯，